的腿法不太一样，对，可能动作过于快啊，但是我们穆斯福这个拳钻得非常狠啊，哎呦，哎，哇，这一拳又打，哎呦，哇，戴维特·齐利亚有多少次这个拳是打到对手的？啊，齐利亚神勇再现，哎呦，踏面脚，又来，穆斯福不要抱头这么干等啊，对，但是他的重拳非常厉害啊。又来，小心啊！穆瑟夫没有，再跟他顶了一好，要开打，就单说单个的重拳啊！哦，哎，胯甲非常的紧，大腿和腹部的杀伤非常强，对，速度力量都有，对。观众朋友们也注意，又转身腿，诺丁本的拳也很厉害，哎呦，这终于有一拳击中，至今为止真的，虽然在往前第三局。跑动更多了，齐利亚不熟，每一个都是重拳。啊，你看打不进去啊，打不进去，特别的严实。他的防守，齐利亚的防守特别的严实。好，你看，至今为止啊，下劈腿是有的时候是愿意从外往里走。对，哦，转身腿，哦，这一个后手拳。再看造成读秒的内向，哎呦，就是瞄着太阳穴去的。对，翻身的，整场比赛放胜。